当时我们车是停在处于半坡那个状态，山水呢是从那个坡上面下来的，就很急的洪水，当时直接把我们那个车头盖就那个发动机那个位置直接淹没了，然后我们顺势就往下走，就顺着水流往后倒嘛，倒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间那个车头就往左边偏了，偏了我就第一时间往偏的方向打那个方向，打完方向然后迅速回正，保持这个车身稳定。